你现在是黑，我把你整间店都顶下来，我连你的人生我都顶。再来一吗？高嘉悦，就你，哎呦！哎哎哎！我那你不干呢的。妈，今晚是不要弄了。你干？爸妈年纪都大了，你没有尽到照顾他们责任就算了，你还想留在家里啃老。 你不觉得你人生很失败吗？不是啊，你不会干嘛啦？你要谁要跟你抱在一起啊？什么感觉？还是你连生气的勇气都没有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去死一死啊？你是不是在外面出事了？想家了，到时候回来看看你。今年9月，有生之年，敬请期待。